电影配乐。Number five， 盗梦空间 Time。盗梦空间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结局中科布是否仍在梦中的争论，这首 Time 也在那段结尾响起，从宁静到爆发再到安详，人生如梦境般的去演绎，好像走了一个轮回，但最后得到了他所追求的，是梦还是现实已经不再重要了。Number four， 星际穿越 Confield Choice。 这种循序渐进渐入佳境的气氛和盗梦空间的 Time 如出一辙，迷人的管风琴像毒药一般侵蚀大脑，仿佛看到星际的浩瀚，渐渐地被眼前出现的从众吸入，游离于一种拉扯与撕裂空间的感觉，那些美好的片段浮现在眼前，但你却怎么也抓不住。Number three， 加勒比海盗 Hey the Pirate。 这是著名电影加勒比海盗的配乐，每当电影的主人公杰克船长将剧情推向高潮时就会响起。 Hey the Pirate 是电影配乐大师克劳斯巴德特和汉斯季默的作品，这是一首感人的有气势的自由之歌，他将自由诠释的天衣无缝，是汉斯季默为影史留下的一个永恒的经典。Number two， 勇闯夺命岛 Rockhouse Jail。 这首曲子有十分钟长，但是却挡不住它的经典，其副歌部分被芬兰金属乐队梦境传说改编为 Dome， 又被网友拿来作为魔兽世界三亡灵族 MV 的背景音乐，流传为亡灵序曲，所以汉斯季默的这首曲子可以称得上是亡灵序曲的爷爷。Number one， 蝙蝠侠大战超人 ，17 Resume。这首曲子是蝙蝠侠大战超人神奇女侠出场的曲子，面对蝙超昏昏欲睡的前半场，这首曲子一响起就唤醒了全场人，也成为了神奇女侠的人物 BGM。到后来的正义联盟中，这首曲子再次惊艳了大家。节目最后就来欣赏一下神奇女侠的风采吧。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关注哦，即可获得本期歌单哦。我是吴哥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